杨丞琳光顾高档潮牌，不改省钱本性，拜特价品。十八当郎，掀起杀！我也别乱配乐，人家是出席运动品牌活动啦。活动结束后，杨丞琳没和徐伟宁一起走，跑去哪呢？哎呦，他正沉浸在血拼的世界里。哎呀，仔细品味一下陈琳的时尚是。他造访的是三个 M 的比例是高档潮牌，天后阿妹和欧阳菲菲都是该牌死忠爱用者。哎，杨丞琳似乎是相中了这件斗篷，咱们查了一下，哇，价格不便宜啊，咱们省钱天后拜得下去吗？哦，原来这件是春夏款，打五折啦，看样子他很满意价格。我们的睡衣都还是那种菜市场100块那种。杨丞琳16岁出道扛家计，把省钱当兴趣，如今熬成金钟影后，也不改精打细算的本性。苹果娱乐新闻衣橱永远少一件报道。